级汽车。怪物星球，就差一点点。哇，阿里太棒了，我越来越崇拜你了。我可是拼塔高手。嘿，伙伴们，我来了！旋风，我好不容易搭好的雕像，现在全被你弄倒了。不就是拼塔雕像吗？交给我吧。嘿，完成。不对，嘿嘿嘿嘿嘿，这次对了吧？太搞笑了！完全错了，这也太难了。有人需要救援，我们快去看看。毛毛怪，哈哈怪，太好了，终于联系上你们了。哼，你们想干嘛？又要搞破坏吗？不不不，我们是来寻求帮助的。我们居住的星球出现了分裂，马上就要毁灭了吗？不要啊！这个救援任务交给我们吧，所有问题都难不倒超级汽车。赛车旋风，大吊叉力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太空飞行器。哇！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的星球，咔嚓嚓，咔嚓嚓，变成碎片。哦，朋友，哦，家人，都去哪儿了？谁能来帮帮我拯救家园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们来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遨游太空，加速度向前冲，发现星球，推呀推，推呀推，慢慢移动，扛手臂向前伸，抓住星球，拉呀拉，拉呀拉，扣扣扣扣啊。我来了，我们来了，一块块一块块全找到了，开始拼搭，拼一拼，拼一拼，搭建星球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全都错啦！我来教你，拼一拼，拼一拼，搭建星球，放左边，放右边，放上面，放下面，完成搭建。别担心，接下来靠我的。毛毛怪，这次你的毛毛可发挥了大作用哦。超级汽车拯救了我们的星球。超级汽车！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们超级汽车。我想这件事好像把你难倒喽。砰砰，爆米花！啊，能填大丰收。
收割机哈维开始工作。小麦咔嚓咔嚓，南瓜咔嚓咔嚓，番茄咔嚓咔嚓，玉米咔，玉米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原来是被他偷走了。嘿，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，好痛！嘿嘿，痛就对了，爆米花车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小鸡们，多吃一点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猪伯伯小心！情况紧急，呼叫指挥中心！怎么回事？是我眼花了吗？白老虎开心虎，有辆会喷爆米花的汽车！哈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绝不允许他这样浪费粮食，必须赶快阻止他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全能收割机哈维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别想跑！这就是浪费粮食的下场。风沙中的对决，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你们急着找我是什么事儿啊？我们收到了一段求助影像，你看。远方的勇士啊，请你帮帮我们！有个机器怪物破坏了我们的防风林，现在沙土吹得到处都是，天空被黄沙遮蔽，村庄被黄沙侵袭，整个世界都将被黄沙吞噬。总之你们快点来吧。哥哥，树木对环境的影响很大吗？嗯，
树木能抵挡风沙，净化空气，还能控制水土流失。哥，那要赶紧阻止奇奇怪物继续破坏。你们放心，我会抓住他的。看你的了，雷克警长。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沙地滑板。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，走开走开，嘿，快住手。雷克警长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。麦特博士，你又在搞破坏。嘿嘿，我的实验需要很多的木头，快让开，别来妨碍我。站住，别跑。战斗警报声响起，警车全速出击，大坏蛋你别想跑，风沙风沙吹呀吹，坚持坚持不后退，冲锋吧，超越吧，加速加速，终于抓到你。手臂，咔嚓咔嚓咔嚓嚓，树木树木全倒下，别想别想别想阻止我。嘿嘿，这些木头都是我的啦。想要吗？来追我吧。跟着我的节奏，轰隆隆隆加速，左左左右右右。过沙丘飞呀飞，勇敢去战斗。这是对你的惩罚，哼！以后这些树苗就靠你们守护了。感谢你，亲爱的雷克警长。我们一定会让这些小树苗长成大树的。消失的珍珠，我的墨镜不见了。阿丽阿丽，是不是你拿了我的墨镜？嘿，我可没有。真的吗？真的没拿吗？兔宝，你这样真让人生气。哼！阿丽一定是心虚了，我要去找雷克警长调查他。雷克警长，我的墨镜一定是阿丽拿走了。兔宝，怀疑别人是需要证据的。哦，对了，他说过他很喜欢我的墨镜。这只是一句夸赞，不能作为证据。是紧急任务。是谁需要救援？请你冷静一点，你的珍珠我们会帮你找到的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。
没问题。警车雷克，挖掘机库宝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扫描眼睛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是人鱼公主的哭声。她应该就在前面。之前我的珍珠就是放在这里的，可是我睡醒后它就消失了。我怀疑。怀疑谁？大鲨鱼是它，是它，它有大大的嘴巴，把珍珠藏在里面，快点快点抓住它，追呀追呀追，鲨鱼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哦，珍珠没找到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弄错了。小丑鱼是它，是它，它有一点小顽皮，把珍珠当成玩具，快点快点抓住它，追呀追呀追，小丑鱼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哦，珍珠没找到。我很生气，真是对不起。是他，他马上成为妈妈，把珍珠看成宝宝，快点快点抓住他，追呀追呀追，大海龟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我珍珠没找到。我没有拿你的珍珠。抱歉。那我怀疑人鱼公主，不要再怀疑别人了，还是让我们来帮你找吧。累大地无敌无，大海里面找一找，大铲子哐哐哐哐，大海里面挖一挖，找呀找一找，目标发现了，挖呀挖一挖，哦，珍珠找到了，珍珠珍珠找到了。雷克警长，库宝，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珍珠。不客气，人鱼公主，以后不要再随便怀疑别人。我知道了。作为感谢，这两个贝壳送给你们。哇，这个贝壳会发光！哈哈哈哈！嘿，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你丢失的墨镜。哦，天哪，原来是我错过了阿丽。库宝，你去哪儿？我得去跟阿丽说声对不起。蚂蚁搬家。大家快点，不要跳队。发生了什么？我库宝的工作开始喽！我挖，我挖，我挖挖挖！快躲开！石头在向我们求助。啊，不对，是一群小蚂蚁。我们的洞穴被一个大家伙弄坏了。大家别着急，让我们先调查一下，到底是谁干的？真讨厌！居然是库宝！什么？你们说我挖坏了蚂蚁洞？我挖，我挖，我挖挖挖！
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们相信你，蚂蚁们实在太小了，很难被发现。工地里太危险了，不如我们帮蚂蚁们找个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吧。蚂蚁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呀，我们要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这个任务交给我吧。挖掘机库宝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探险头盔，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缩小的感觉太有趣了。蚂蚁们，我们出发吧。我们要搬到哪里去呢？跟我走。花园大道，哇，公园里的花好漂亮呀！雪莉，我们一起和小花拍张照吧。好呀。怎么消失不见了？哇，小花，让我问你香不香？怎么回事？小花们，来喝点水吧。有人把花都偷走了，是谁呀？是我，麦特博士。我要让整座城市的花都消失。去吧，我的鼹鼠车们。
原来是你们在捣乱，可恶的鼹鼠车。我得想个好办法。有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发生大事了！我今天早上起床后，吃完早饭想去花园里散散步。妮娜，你快说重点。啊？哦，重点就是城市里的花都被鼹鼠车偷走了，我需要大家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别跑，花园里有小偷，躲藏在土地下，悄悄地偷个躲，一眨眼不见了。咦，去哪了？出租车蹦蹦跳，挖掘机挖洞洞，消防车喷喷水，让我们把你抓到。快发射，对着洞洞喷呀喷，大大轮子跳高高，对着洞洞踩呀踩，小偷小偷变小偷，完美配合抓住你。哦，还有两辆鼹鼠车，继续行动，加油！让我数数几个洞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向下发射水炮弹，打水打水哗啦啦，小偷全被冲出来。呵呵，可恶的鼹鼠车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花园里少了好多花呀。没关系，让我们一起把花园变美吧。嗯嗯。愤怒的蜜蜂，哇，好甜呀！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。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火箭赛车旋风。嘿，
飞天救护车安琪，巨无霸大货车斑斑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飞呀飞呀飞，飞呀飞呀飞，是谁受伤了？看我的，别哭别乱动，我来帮助你，伤口不疼啦，不疼啦。蜜蜂又来啦，到处嗡嗡嗡，大家快跑吧。妈，救命啊！斑斑，我们合作把蜜蜂引开吧。没问题，一起吹蜜蜂，让蜜蜂跟我们来到安全地方，一起捉蜜蜂，把蜜蜂全困住，别让它们飞走。这些小家伙们好像不太听话哟，我被困住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？有了，蜜蜂最喜欢花了。斑斑，我来救你。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，快来追我吧。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。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，车门快关上，我肚子嗡嗡嗡。哟吼，任务成功，快送他们回家吧。送回家了。嗯，不会是蜜蜂又来了吧？快跑！啊！超级快递。太无聊了。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嗯，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嗯，看到了，他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！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啊，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白老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。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斑斑。超雷达警车雷克。大炮出租车琳娜。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，走过这条街，穿过大森林，好像掉了这个，没关系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
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，农场和果园快递一送达，想必准是那目标游乐园。哎呦，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！小心喷火车。大家好，我是消防车高迪。哇！现在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灭火的，看好喽。哇，好酷啊！遇到火灾，记得拨打火警电话来找我哦。消防车高迪好厉害呀！刚刚那点小火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是呀，就算是一辆着火的汽车，他也能轻松搞定。着火的汽车是那样的吗？小家伙们，我新发明的喷火车厉害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喷火车啊，让整个城市都烧起来吧！哈哈哈哈！高迪，救救我们！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喷火车在到处喷火。乐嘟嘟胖嘟嘟，你们受伤了，看来我需要支援。是高迪，贝勒湖城市里出现一辆喷火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喷喷喷
洒水车保护你。温度太高，我来降降温。大火大火，别想靠近。哦，现在安全了。是谁受伤？我来看一看。飞呀飞呀，一圈一圈，伤痛拜拜啦！大家都安全了。好，是时候消灭喷火车了。哇呜哇呜，避开大火，不后退，向前冲，走狗！哗啦啦啦，挡住大火，勇往直前消灭它。交给我吧。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，加速喷出水炮弹，击中了！大火大火，全被熄灭，超级汽车，飞飞无敌！我的喷火车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可恶的超级汽车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冰企鹅大作战。Cool， 耶！嘿，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哇，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？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弹气弹发射！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！嘿嘿，快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，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要赶紧阻止他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超雷达警车，雷科！火箭赛车，旋风！土地挖掘机，酷宝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喷泉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！准备救援，快快快，大大冰块撞不开。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铁拳两拳晕晕晕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准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，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吞吞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路上啦啦啦。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网困住你。挖掘机呀，砰砰砰，冰枪倒下了。企鹅企鹅打喷嚏，
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。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